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我叫祁阳，今年25岁。他是谁？小凤啊。啊？小凤。小凤。小凤是谁？我们家几年前的工人了。那你们这个有多久没见面了？大概差不多4年了吧。4年前的小凤是这个样子吗？她不是那样子，现在漂亮很多。你确定是小凤吗？很确定。你好久没见她了呀。她手上那个是我送的。哪个？红色那个，红色带黄色珠那个，我跟我前度女朋友一起去买的。你跟你前女友一起去买给送给她的？嗯。我相信这4年你所受过的苦，受过的累，以及很多话都想对她说。啊，你接下来你自己单独对她说，好不好？你把这4年的事儿都说清楚了，该说什么说什么，好吧？接下来是小凤的告白时间。